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跟进 CEB， 今天收盘价是 0.365， 还是没有能力站上去突破这个筹码峰，大概就是在 0.375 左右，没有能力站上去 0.375。 之前我有讲过，如果它有机会回到 0.345 是可以去捞的，但是呢它也是没有来到 0.345， 它只是到 0.35 罢了。如果你捞在 0.35， 我觉得也是 OK， 这边有一个强支撑。现在呢它就好像是在这个 0.35 到 0.37 这边盘整住，如果它有机会回到 0.35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低买，在 0.37 的时候高卖的机会，低买高卖。它已经盘整了蛮久了，只有等到某一天它突破这个 0.37 0.375， 这样呢它才有机会继续往上冲。听说呢11月18号有一个 management meeting， 可能会有一些消息，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它有没有机会突破上去 0.375， 然后继续往上冲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你的钱你自己做主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在评论区打上一给我知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也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支持我一下，谢谢大家。